逐渐肥大的本本。各位一定要记得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尽可能不要出门。虽然说现在叫大家不要出门，根本就是把我拖累带机啊！哈，出国还把一起带回来，很穷。见面会，但是现在的疫情呢，我们势必得把所有的见面会、各种群聚的活动都取消掉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排队的话，现在的 APP 也可以购买口罩，非常的方便哦。但是因为现在的疫情非常的严重，不方便去面对面的约会，于是呢，我决定来一个远距离恋爱。我在北部，你在南部。那每一次我们在交友软体上面找出来的人都是台北市的人，那我们今天就要造福一下中南部的粉丝们。我会在 Twitter 里面找到一位中南部的人，看看他希望我变成什么样的造型，我就会去变成他所想的样子。而且，我会特地把它变成明信片送给他，然后我会附上一个超级俊本蜘蛛人五光灯。签名，重点是这张卡片有着200%的成功恋爱功能。只要跟对方出去约会的时候，把这张卡片塞在对方的头壳小里底，你们的恋爱绝对顺顺利利，早生贵子啊！如果没有效果的话，那也只是正常发挥。想不想要啊？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我们的交友软体。这个交友软体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介绍过，它是一个主打认真交友的软体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的名字是今天是俊本之声。那我们现在也是简单的介绍，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软体是干嘛的。它也是一样可以左滑右滑，但它主打的就是认真交友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内容的地方，每一个都是先提问你说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吗，就是很健康的交友软体。我们今天是要用这个提问来找到一个中南部的粉丝，然后问他想要我变成什么样的造型。所以我今天就来提问新增制定问题，寻找中南部的粉丝，请举手。惊叹号，嗨起来！惊叹号，惊叹号，再惊叹号。好，经过了749天的淬炼，终于认真过了。明就一分钟的事情，可以不要拆穿吗？我们现在就进入一个漫长的等待，看到底会不会有人回复我。好，经过了30分钟的提问，有很多人的问题我都看到了。最主要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，你是不是盗照片？你是本本吗？你是本人吗？念几个奇怪的给大家听。哦，第一个不奇怪，台南牛肉汤很好喝，要不要来喝？这个超奇怪，我在台南的老家有牛可以骑，要不要来骑？要不要来台中赏樱花？台中有樱花吗？有一个问题非常奇怪，他只留了4个字，但是其他都是点点点跟符号。阴毛魔人，我是阴毛魔人。那我这边挑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提问，他说他现在正在自主隔离，非常的无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跟他聊天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复这一个人，我正在自主隔离，好无聊，点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复他一下，你好啊，哇，你回我耶，你是本人？我是啊，在拍交友软体实测啊。没有，我已经拍到大家看到，我就知道说是在交友软体实测。最近超烦的自主隔离中。对耶，因为现在其实状况就是越来越严重嘛，像是什么学校都确诊，然后可能大家都要停课什么的。我刚口误，不是尽量不要出门，是千万不要出门。因为你自主隔离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生病嘛，这期间如果有确诊的话，可能会传染别人，然后要等到你确认自己没事的时候，非必要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群聚。他说没事啦，平常都在忙工作，也没有好好思考过人生，现在也算是个好机会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在家沉淀自己，想想之后的规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也没有谈过几次恋爱，想说用 Sweet Ring 交朋友看看，所以他是来谈恋爱的。其实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，哈哈哈。只是我喜欢你长头发啦，上次看你的影片你剪掉了。哦，对，我把头发剪掉了。我说不要开玩笑啦，你叫他讲真的，因为感觉他这种就是场面话，对，遇到我就说什么。有没有具体一点的特征？黑长发，白皮肤，大眼睛。欸，可是你现在已经把头发剪掉了，而且你的头发是粉红色的，哈哈。老兄，最近是不是没有在看我的影片啊？已经变成黑色，是黑色，可以更新一下好不好？
金马，我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你看啦，好不啦 ？Black 啦 ，Black 就是黑色的英文啊 ，B L A C K 啦，眼睛大大亮啦，超级放那边，带到我的目睭内底啦，皮肤白白，我差不白啦，这一白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既然我已经答应了他，我们就免不了要去做一个改变造型的部分，变成他心目中完美的样子。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去预约，马上把变长的一个动作说到做到，好不好 ？Go。要求黑长发，而且好长哦。你知道我去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长得超奇怪的，有点像女鬼，因为我接到这里耶。嗯，被夹巴掌不？巴掌就夹。那因为答应这位朋友说我会变成他指定的造型，然后印出一张明信片送给他，而且这张照片热腾腾的哦，因为我刚坐在屁股底下。Yeah. 然后呢，在这个后面我会附上我自己的签名，还有一句非同凡响的祝福的话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来为这个明信片贴上不同的色彩。我已经写好这些祝福的话，然后也画好了鸭子，没办法给你们看。I'm sorry。但照片可以。因为照片很好看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会出去把这个明信片赶快寄给他，希望他收到我的祝福之后会很开心。那在这边我要许一个愿，就是希望这一次的疫情可以赶快过去。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，不要觉得不差你一个。如果大家都团结起来的话，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就像疫情期间，我们大家只要一起，不要出门，不要群聚，然后做好防疫工作，戴好口罩，然后勤洗手，团结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也不要觉得说不差我一个。这就像是一个筷子容易。刀跟筷子不会断。好，总之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不要看的不定哦。那我还想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呢，我为了这一次的明信片，我有多准备三张。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个明信片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。而且在明信片后面，我还会加上自己的签名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话。那如果想要得到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反正我也会当你没说过。导演组，行，你的石门水库一直没有拉，不是哦，影响拍摄，我一直看那边一直看，影响拍摄，开始吗？应该是，哦，是哦，好，刚才都会剪掉啊，会留下的，然后突然侦测到一些肮脏物品，有人哦，好，我们就来一个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西门町万年大楼。想到就有点小兴奋啊！你知道我以前眼睛痒，我就会直接揉，但是现在我不敢揉眼睛，哎，就在家我也不敢揉。而且其实揉眼睛除了可能会感染以外，还有一个本来就不要一直揉眼睛，因为眼睛会受伤嘛。最重要的是对女生非常重要，女生千万不能揉眼睛，因为你揉眼睛的话，眼睛就会长皱纹。我的眼睛有一条皱纹，已经再也回不来，就是这一只眼睛的双眼皮有多一条。所以呢，揉眼睛的话，就会变成我这样子哦。